秀智与黎明浩日前宣布结束三年的恋情，消息一出让双方粉丝都非常震惊，但是大家对于两人分手的原因还是相当好奇。虽然经纪公司公开表示分手原因是个人因素，不过媒体找到之前秀智在节目中提到与黎明浩每个月基本上约会一次这句话，不禁让外界猜测或许是因为见面时间变少导致感情变淡。而爆出分手消息后，时隔三天秀智首次公开亮相，表情上看似没受到多大的影响，要离开活动现场时还给粉丝一个温暖的微笑，让粉丝们欣慰不少，也期望两人能够找到可以依靠的另一半。